漫威为了防止剧透，对剧本的把控一向严格，大多演员只有部分剧本。幻视保罗·白特内还透露，导演在剧本中加了很多假场景。荷兰弟和腮帮都说自己没有剧本，荷兰弟甚至表示自己在片场和空气对打，不知道对手是谁。本尼在采访中表示，他看过《复仇者联盟3》的完整剧本，他说我本来不应该看的，但是我看了，完全是史诗级的震撼。 恐怖而精彩，读起来简直无法呼吸。奇异博士存档人员厉害了，网友表示，毕竟是神像剧组出身，保密功力不是盖的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